自己后台啊，自己后台。等一下，后台看一下吧。也可以。错呢，感觉手套好用力一点。谢谢陈小小的船票，谢谢。恭喜王哥哥，恭喜王哥哥。还摘的手套好听，还摘的手套好听。等一下啊，请问我坐在这边能不能，会不会走光啊？行，很安全。对，有点闷。蝶，《还珠格》里面那个是吗？好，城堡要什么有什么，你想要什么？想要什么？妈给你。cos 情侣，哎，下回穿着情侣的衣服来谈一次，感觉不错。每次这句都想不起来。
砍门不能弹啊，砍门都是装饰音，怎么弹？D大调不能弹，没有黑键啊，只能弹 C 调。错的有点多，即兴弹吗？没有谱子，没有谱子，都是即兴，不然我哪里会这么多曲子啊，大哥？这么多人点歌，我要准备多久？我知道非自然死亡的，可我想不起来。说谎，说往前面我就不记得了。啊，谢谢，谢谢胖虎哥哥的周岁快乐，爱你，爱你。满足了，这么容易就满足了。谢谢胖哥的车票，谢谢小强的权杖，谢谢小强。什么？奇迹的山？是哪首歌？Thank you.
马上要七夕节了，送给你们，祝你们可以过一个孤单的情人节。孤单的情人节，哎，有没有这首歌？七里香。以前这么松，把这个带调一下啊，换个地方，不能在一个地方死累着，累死了。贵妃醉酒，贵妃醉酒啊。为什么第一句我想不起来？还很久在双肩，谢谢谢谢抠脚蒙汗，谢谢抠脚蒙汗的一首，谢谢谢谢。西游记主题曲，西游记主题曲有什么好听的？想点歌的人发告呢弹幕，发全站通知弹幕。以后点歌发全站通知的。落单恋人，落单啊！刚才有人点七月七日晴，我觉得挺好。马上就要情人节了，7月7日晴，嗯。情人节，什么呀？情人节和你有关系，那蛮好的。情人节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你们好幸福啊，情人节跟女孩有关系，情人节都跟我没关系，我去找根竹子去。哦，对，我们家门外有竹子，我折个竹子放在家里，挂些签，学签，刚好遇见你啊。不会，这首歌我只听过一两遍，我都没怎么听过，不知道怎么唱。值得你紧张紧张，我们路分手快乐。对，情人节应该谈分手快乐，我们都是腹黑，我们没有那么满满的正能量，我们就是那种见不得别人幸福见不得别人快乐的人。你终于做别人的小三，我那什么歌啊，歌太恐怖了，那歌实在太恐怖了。自从昨天听过灵异歌曲看我72遍以后，我怎么听怎么觉得这首歌恐怖，怎么听怎么觉得恐怖，有没有啊？琴箫合奏笑傲江湖，琴箫合奏是哪个？没有，72遍现在成为灵异歌曲了，知道吗？灵异歌曲中间有一段在男的念完 rap 以后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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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丽极限爱掉了没有终点，追求我美的极限，人不爱美注定面，我有网吗？有网了吗？我的弹幕还没连上。连接刷新。我说完看我72遍，它就断网了，有这么诡异的吗？恐怖吗？好恐怖哦！
看到你们的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出来了。好贵呀，我说的看你七十二变就直接断网了。一定是天机不可泄露，我不能说太多。谈下看去，怕谈完了出来灵异世界怎么办？谈下看，看我七十二变，看到会不会出现灵异世界？再见，丑小鸭，再见。平安度过。有没有出现什么灵异事件？我后面有没有人？后面有没有人？琴箫合奏，我没有听。不是我弹的那个吗？算了吧，没听过。听吗？哦，天空之城啊。我的房间有钢琴吗？我房间里没有钢琴啊。我房间真的有钢琴吗？后面一只大腐女，腐女腐女，有只大腐女。我有影子吗？有影子吗？相信没？哦，我听过一遍，听过一遍。不会，不会，我不会。要抱抱，要抱抱，要抱抱，抱抱，要抱抱，还要亲亲。要抱抱，要亲亲。
薯条，一个汉堡。好了好了，再弹一首曲子，再弹一首曲子。不给包下一个，滚，滚。大鱼。好想来个串烧啊！贝多芬。结束了，不谈了，不谈了。高的时候，高的时候太高了也不好听。好想来个串烧，我也想来个串烧。得串得起来，比如说这个音的结束是另一个音的开始，要这样去串，才有意思，不然就没意思。比如说。类似这样子，多放辣椒，多放孜然。我喜欢吃烤鸡翅膀，鸡翅膀。烧鸡翅膀，我喜欢吃，好想吃鸡翅膀。哎呦，不应该弹这首歌。
谢谢谢谢西哥的心宝石，谢谢。那什么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那个背景音乐怎么是什么来着？下次来弹这个，来弹这个。有没有恐怖歌曲给你们弹一个？恐怖歌曲啊，想不起来。录像就不看了，再见，西哥哥，西哥哥再见。谢谢吴南林的车票，不谈了。亡灵序曲，亡灵序曲哪里恐怖了？一点都不恐怖，好吗？我跟恐怖的没边边。哎，对了，下午给你们谈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《植物大战僵尸》。等我回去，等我下播找找谱子给你们弹，下次弹植物大战僵尸。对，妹妹背着洋娃娃挺恐怖的。大悲咒不